这套有降神吗？没有，没有降神。你说的是刚刚那一套吗？刚刚那套没降神，我现在这套也没降神。既然那么快就再抽几个对战吧。是可以啦，我们可以再请那个小鼠大鼠双兄弟出来。好，李飞。啊，忘记玩露娜了齁，对方都玩露娜。刚刚叔叔后手开场留两张三倍，被打爆之后正常。后手不是还是多抽两张吗？正常来讲应该会给我二倍啊。この子たちには命がある。冥府死哦，是吗？那应该也不叫冥府死吧，叫终末死。哇，卡斯多尔，这太讨厌了，超经典。命で実験する。这边来讲的话，换卡斯托尔也并不是什么好事情，那就这样吧。那下 BB 下回合啊，我应该扣啊，我应该扣了，我应该扣了，可以多解多一点了，看他怎么做喽。不得不说对方有点恶心啊，这边来讲的话，米利亚姆进化点用下去。那下一回可以用钢铁拳斗士去拉出我的殉葬创造物。枪想问一下，双子融合时只有一张是三卡，另外一只就一张三卡，好像不知道，好像不是闪，有几率会让它不是闪，但我不知道它原因是什么。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小心有一张带闪，一张带不是闪，但是合出来就不是闪。我怎么觉得对方超强啊？毫无招架之力耶。这边来讲的话，就是米利亚姆再拉一张。然后进化我的超偶师。非常不妙。啊，白嫩努斯可以双剑，应该说他整个场上都是整个可以双剑。这应该是冷知识题材吧？因为知道之后好像感觉也不会变强呢。感谢各位长知识。哎，他这样不用白嫩努斯那个交换。萨米呀、啊！哎，我是解不掉、哦。哎，又是超大只面试之凯，又是你，又是你。又是超大只面试之凯，这有比上次那一只 QQ 的大只吗？我不知道。
我觉得很不合理的是，我认为我线放满了，我的画笔放满了，其他东西都放好了，放好放满了，结果还是不来。下去了，进化吧。不需要留在这排队了，进化吧。愛したものだ。感谢订阅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